家好，欢迎收看熊巴频道。他来抽《魔神英雄传》的角色。先做点杂事。西美他老爸的士兵。该抽了，希望能中。我可是存了一个月的金券。海鼠太高兴了，哥哥姐在起，波浪好，波浪好，耶耶。下我们孙达路的羁绊，希望不要要洗美。进一个角色要强，羁绊当然是要全开比较好。吃两颗石头就可以了，哎、欸。
しいって僕はやるぜ。各位推荐一下父母，我是喜欢用满月，因为满月限制条件蛮低的，他只要有血80%就可以发动。培养差不多了，就先稍微测试一下孙达路。孙达路是传说阵容，当然选兰迪乌斯来开超绝。看一下选什么技能。
感觉飞龙犬比较强。凤牙蛋，这个好像可以喂鱼、啊、灯笼剑烂掉了啦，换掉。戦いはまだ終わっていない。油断するな。俺に力を貸してくれ。俺を信じれるか。よし、それなら。接下凤牙蛋。行こう、龍神丸。油断するな。恐竜兵だ。